小屋。耶！吃蛋糕喽！哇，有蛋糕哎！怎么只有亮亮一个人在啊？对啊。哇，小红莓姐姐，这个蛋糕是要给我吃的吗？对啊，对啊，这个蛋糕很好吃哦。哇，看起来就好好吃哦。Hello， 小红莓姐姐好，亮亮好，点点好。哇，吃蛋糕哎，这个蛋糕我可以吃吗？当然可以呀。等一下，这个蛋糕是我的耶，要我说可以吃，点点才可以吃啊，不能吃哦，那就算了。亮亮，这个蛋糕是小红莓姐姐要买给大家吃的哦。啊，可是刚刚小红莓姐姐你说这个蛋糕是要给我吃的，所以这个蛋糕就是我的，所以由我决定谁可以吃。Hello， 大家好。哈密瓜哥哥好。哈密瓜哥哥好。哇，有蛋糕哎！这个蛋糕看起来好好吃哦，我可以吃一个吗？不知道哎。不知道。哈？要问亮亮。哦，亮亮，这个蛋糕可以给我吃一块吗？既然哈密瓜哥哥这么想吃，那就给你吃一块好了。那小红莓姐姐、点点，你们要吃吗？不用了，不用了，谢谢。是你们自己不要吃的哦，不要说我是小气鬼哦。小红莓姐姐、点点，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啦？就是啊。所以大家都不能吃哦，原来是这样子啊，所以是亮亮的态度让大家觉得不舒服咯。没错。啊，我有吗？有。为什么小红莓姐姐买的蛋糕变成是亮亮的？而且还要由亮亮来决定谁才可以吃这个蛋糕，为什么大家都要听亮亮的？亮亮，如果你是小红莓姐姐跟点点的话，那你会怎么想呢？好像有点令人讨厌呢。哎呦，我知道了啦，对不起小红莓姐姐，对不起点点，我以后不会再这样了。那我们一起来吃蛋糕好不好？好啊好啊好啊，这个蛋糕超好吃的，大家快点来吃吃看。好，不要客气不要客气，多吃一点多吃一点。